离婚。你怎么现在还拿离婚这种事来逼我呢？我也快被你跟你妈逼死了。你被离婚哦，我求之不得啦，紧离婚，紧切切的，紧好啦。张文化，你还想装没事啊？今天你们难得口径一次都要我离婚啊，这是我长久以来唯一一次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让你们两个都满意的。我可以当你的好儿子，我也可以当你的好老公。每周五晚间10点，周氏特母女抢头婚。